干活了。你这样子像干活的样子？戴个墨镜呢？干活没允许戴墨镜啊！我要做田中最时尚的女人。完了，我也捞到尾了。耶，可以啊，小伙子，棒棒棒棒！祖宗，今天是亲戚来的第一天，不是这个亲戚啊。你舒服的很，那你回去休息吧。算了，休息啊，躺去。还有那么多天，你看，还有半秋天。我也乖了，来。今天早上起来，我都感觉不对劲了，果不其然。哎呦，主要是天气太热了。哇塞，算了，回去休息一下。这两天，前天、大前天都挺阴凉的，都是下雨。今天35度，我太会挑日子了，专门挑最热的一天来打谷子。原本就说要请收割机的，然后我打算把我们上田的那个路给挖掉，挖成一米宽，然后找一个小一点的收割机，然后。那个收割机说多收我100块钱，我说可以，没问题。然后没想到突发情况又来不了了，哎，现在就只能人工打。明年真的不能让爷爷种田了。一年一杠一年，年年杠啊。他自己来种的，又不是我们要他来。你想，我们去年我怀孕，他都要种。今年我们原本刚没种，他一答应的好好的，他讲好，没种没种。哪晓得突然有一天飞了，已经种满了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等下外爷，外爷是你当时种都没种了，天天玩去啊。好忙了，我哥，享福了。去年怀孕，然后只有我一个战斗力不能做。去年我爸我妈很晚。今年再出来个妈没能来，西满没能来，我都没能来，所以然后奶奶身体也没舒服，所以我们今年就损失个三米大干将，我们搞个两天，实在搞不行就两天了啊！一天实在没行就搞两天。哦，姑妈，来姨妈。对。快点加油。来个82年的烟鱼吗？不是。这个是，来，你过来看一下。这个鱼可能有腌了10多年了，害怕？好好吃啊！那你多吃点啊！你看我已经吃了，给你，还有点冰，看着好恶心，我用手拿着。我们是粗人啊！看，这岩浆太香了，怎么样？好，拿手。18个小时啊，我们这一秋田可能有8分田吧，终于结束了。嗯，现在要开始转战到下一秋田去了。看，这是我们家今年的新米，还可以吧？
快打一下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真的好能折腾啊。最亮丽的风景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小麻袋，一年的收成，大丰收就在这儿了，还是挺开心的。虽然说今天是非常辛苦的一天，等收割季等不到的一天。谁告诉你结束了？那里还有一球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打火机运到那里去打。原来结束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开始。我们明天早上就我跟你还有爷爷，我们三个人打吧。然后姨父姨妈他们明天就没空了。不用了，真是。可以吧？还有一球小小的水田，那里面有鱼哦，你可以一边打一边抓鱼。能打那哎，背不到嘞。哇，这里面有葛根虫哦，收获。哎，有一只。那要光看要紧没？哇！寂寞寂寞，还有火呀！你拿着给你玩，玩啥子？没有，我刚洗澡，刚洗澡。别人拿这个当宝，只有你嫌弃它。50块钱一斤吗？拿给奶奶炒去了。二两一的鸡翅嘛。谁？你。哎，兄弟，兄弟啊！哎。我今天晚上给你加个餐啊，爆炒葛根虫。我没切。哦，等下你磨，真香。我过敏。你活着吗？我过敏。你对这个过敏呢？我连不信了。虽然没得鸡脯啊，但是我们不好嘴硬，因为今年还没得吃过的。然后我之前刷视频，我看有个人直接就，我们东道人直接吃啊，然后就荡了起来，把我吓一跳。虽然我觉得我们吃这个，但是我们至少把它炒熟了。我当时看到它就直接，真香。你吃会吐吗？会的。然后给你尝啊。就是这一碗啊，只不过炒的卖相不太好看。来一个，要不要？不要，真不要。不要。炸不脆。你们就表现我优秀王了，你们来。没有，表现那个蛋黏了。你念到了，黏什么？哎呀。味蕾就是蛋黏了，不够盐，沾一点点这个好好吃。你要不要学会东西，真的。哎。